哦啾啾班，童话里做英雄。哦啾啾班，热血心中流动。哦啾啾班，一切掌握手中，让世界更美好，坚持就一定成功。嘿嘿嘿，不要小看大肚腩，说到勇敢，说到机灵，他是一级棒。喂喂喂，别在他面前逞强，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闪一旁。而他很简单，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有他助助下就不用烦。哦啾啾棒，童话里做英雄。哦啾啾棒，热血心中流动。哦啾啾棒，一切掌握手中，让世界更美好，坚持就一定成功。天啊，一个惊人的秘密。上居然连超人强都学会了黑暗拼装术，看来黑暗拼装术的魔爪已经延伸到了我们学院里面了。阿托什校长，你觉得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哎，斯拉妹，你别着急啊。迷糊老师，你有好的提议吗？斯拉妹，我肚子又饿了。你刚才不是吃过了吗？你煮的饭太好吃了，我还想吃。现在谈的是正经事。当年依依老师研发的超级拼装术为这个世界带来了繁荣。不久之后，一个年仅9岁的天才儿童在超级拼装术基础上发展出了另外一套力量更为强大的拼装术。可是使用这套拼装术的人会慢慢失去理智，最终会被这种力量所蚕食，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后来人们把这种禁忌的拼装术称为黑暗拼装术。哎，说多了都是眼泪啊。我们还是先吃饭吧。哎呀，怎么还没吃完呢？都已经吃了3个小时了。经过我们多方调查，发现那只葛姨的猫经常在小黑龙积木店附近出没。这间积木店可能与黑暗拼装师有关。那么我们马上去调查。我们还是先吃饭吧。看来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完成了任务之后要马上向黑博士汇报啊。什么声音？别管了，先吃饭吧。老大的眼睛被闪着了，好像伤得不轻啊。老大，黑博士，我们已经暴露了，这里不能久留，还是立刻从密道撤离吧。被他们发现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也差不多该撤退了。对了，摩尼，我交代你的秘密任务已经完成了吗？一切顺利。Bobby， 大泰，带上超人强，赶快跟我走。快点儿，不要浪费时间。老大，我们快走吧。快跟上。不许动。我们都来晚了，你就别装神探了。黑博士已经逃走了。
人越来越少了，感觉好冷清啊。是啊。这里一点也不冷啊，我都要热死了呢。哎，大家不要太沮丧了，我现在来给你们回忆一下气氛哦。大家看，这是我拼装的搞怪粉笔盒。搞怪粉笔盒？一会儿迷糊老师来了，有好戏看了。班长，你是要捉弄迷糊老师吗？哎，迷糊老师的拼装术那么厉害，肯定会发现这个粉笔盒有问题的。如果他发现不了，这说明他学艺不精，那可怪不到我喽。如果迷糊老师知道是你在捣乱，恐怕你吃的苦头会比迷糊老师还多。对哟，不划算不划算，我还是把粉笔盒拿回去吧。小猪猪，你拿我的粉笔盒干什么？米盒老师，这个粉笔盒是我的。做工还不错。小猪猪，你竟敢戏弄老师！现在我罚你去打扫卫生，把整个学院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打扫整个学院呢？我只擦一张桌子，行不行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呀，没想到我们拼装学院竟然也有人投靠了黑暗拼装师，这样下去太危险了，真希望爷爷早点回来。班长，我来帮你一起打扫吧。真是患难见真情啊。班长别这样，你爷爷好帅呀。那当然了，我们家都是帅哥。对了班长，你说如果一个人突然失踪了，会和什么人有关系呢？一般来说，谁通过失踪事件得到的好处最大，就和谁有关系。爷爷失踪后，阿托是继承了顶级拼装师和校长的位置，得到的好处最大。难道爷爷的失踪和阿托是校长有关系？不可能，不可能。小猪猪，我们也来帮你打扫吧。太好了，贝贝，你去打扫校长办公室吧。校长是你爸爸，就算你扫得不干净，他也不会责怪你的。好吧，班长，那我去帮忙打扫操场吧。太好了。不客气。小屁，你去擦天花板上的吊灯。好险呐！希望不要越打扫越乱呐。班长，班长，班长，我也来帮忙了。小呆呆，你怎么把卫生间的马桶给卸下来了？我听说打扫马桶的最高境界就是打扫完以后，马桶里的水是可以喝的。所以拿出来让你尝尝。我可不喝，你离我远点儿。你就尝尝嘛。不，救命啊，救命啊。别跑了，你尝尝啊，尝尝啊。不好了，小呆呆，
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笑什么？你不知道今天是全校大扫除吗？你怎么现在才来？明明就是老师罚你一个人打扫卫生，你还想骗我？我的智商可比你高很多。哎呦，连迟到的人都知道我被罚的事情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哦。菲菲，你怎么了？脸色好难看哦。没什么。如果太辛苦，就不用打扫了。小猪猪，如果我爸爸做了对不起你爷爷的事，你会怎么办？啊？难道我爷爷的失踪真的和你爸爸有关系吗？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如果。如果，也许我会和你爸爸打架的。不过你爸爸胡子那么多，我一根胡子都没有，我肯定打不过他的。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菲菲怎么怪怪的呢？菲菲刚才在看什么呢？菲菲，怎么慌慌张张的？爸爸，我有事情问您。什么事啊？您知道依依爷爷的下落吗？这件事我不能告诉。那你办公室里的照片是怎么回事？照片？什么照片？就是这张照片。小猪猪，校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张照片不是真的。那怎么能证明你说的话就是真的呢？这除非你把我爷爷找出来，这样就真相大白了。我答应过你爷爷，绝对不会说出他的下落。一定是你为了当上顶级拼装师才陷害我爷爷的，所以才不敢说出他的下落。小猪猪，我爸爸绝对不是那种人。季季豹，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有些事情就算被别人误解了，也不能说出真相。哎，小猪猪，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你不要多想了。